又跑千二，咪有啲高班二班马一号八骏巨星，连续赢咗两场，而家有六倍。上仗蔡明少赢咗，一路上保持甚佳走势，取得胜利。三号合火奔驰，合火奔驰又系好赛绩嘅，连赢四次、五次。潘顿连赢五场喎，赢埋呢次第六次噶咯，破晒纪录噶。今年有边只马赢过六次啊？三号合火奔驰、潘顿、吕健威、二档。200米处吹拆下取得领先，100米处内闪以逃避鞭策，即是不受鞭的、这个、但上次跑得很厉害。4号四季醒，四季醒去年曾经赢过两次，4号潘顿的，而家有董明朗，上次跑第十，前次十一，再前次第八，六次再成最叻第五，系四月三号。长期都冇，今年啊长期都冇派彩嘅呢只马。四号仔四季醒，五号仔都好好啊！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三，硬系赢唔到啊！蒸蒸日上，经常近啊！呢只马蒸蒸日上，今日配周俊乐，周俊乐配佢咧就系、是、试过跑第二嘅喎，五月夜二号跑马地千二米，蒸蒸日上。潘顿都骑过佢喎，跑第三。六号人和嘉兴夜六倍，哇！呢只马冷咗啲喎，呢只马连续三次喺前三翻嚟噶。人和嘉兴点解咁冷门啊？最后100米逐渐转弱，上次跑马地千二米。赢出嚟嗰次咧，就系、是、保持甚佳走势至终点，胜出头马，直路初带嚟对手，出闸迅速，即系要快闸嘅呢只马，七号仔，咪六号仔人和嘉兴，七号仔叫做合火红心，153蚊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一，前次又第一。嗰只马都好劲嗰只马，火红心六次赛即有三个第一，一个第二。火红心潘明辉喎，潘顿只马叫咩话？咩奔驰话？潘顿只马叫合火奔驰，呢只咧叫做合火红心。七号仔啊，八号咧而家见到呢只叫星龙驹。青龙区都好劲，我最近四次有三个第一，一个第四。上场咧就3.7热门嚟嘅，跑第四一毫子位置都冇。但之前咧连续跑过三场第一。今日咧对住一个强手，对住只合火咩？合火奔驰。合火奔驰连赢咗五场啊嘛。这个合火这个星龙区就连赢三场，一个第四都跑得的，即是这些马。星龙区九号实现梦想30倍，实现梦想最近就差了一点。一月四号，哇好耐喎，真的休息了好耐。这只马叫九休复出，上次跑第十，前次第六，实现梦想骑师何泽尧冷门嚟噶啦，呢啲咁耐冇跑系咪？一月四号跑到而家都成六月尾啦。
但系去年七月一号试过跑第一嘅，十号叫明心之羽。明心之羽咧就系、是、近，场场都近。上次汤普森喺六月八号跑第五，就十一月八号啊跑第三，巴杜。明心之羽啊！呢只巴杜十倍到啊！而家系咁多啦，我只马退出佢啊！只马睇睇先，有只二号颜色大王退出咗。睇下啲主持拣啲乜嘢。一合夥潘頓象馬好似無敵咁嘅喎，連贏五次嘅喎。三號啦。即系要信呢啲赛绩先啦。我要三号一号，我要即系要呢个蔡明少三号一号合伙奔驰，同埋呢个八骏巨星。八骏巨星因为最近两次第一啊嘛，连续两次第一。得一隻，得兩隻馬啫，一隻係三號，一隻係一號。上仗前三名係一三六，六號係咩嚟噶？六號係仁和嘉興。我要三號一號。周俊樂隻馬都想禮嘅應該。嗰隻馬叫咧蒸蒸日上咯。次次都近，但系冇次赢到。近都叻噶啦，即系佢对住第二班对手系咪？即系近都叻噶啦。三号一号我要，即系见到呢只咪三号咯？呢只背后有十字架。八号仔呢只马叫做星龙区，星龙区都好啊。上次第四，之前就三个第一噶，但系而家冷门喎。十几倍，九号而家见到呢只叫实现梦想，呢只就冷啦。九号，因为最近五次都冇得上名啊。九号仔呢只叫实现梦想，何泽耀，冷门嚟噶啦呢只，因为近期成绩好过佢咧，比比皆是啦。即系一号就系啦，三号系啦。就算只六号都系啊，仁和嘉兴连续三次都喺前三翻嚟啊嘛，啲热门马几好喎，咁呢一场隔晚大热门系几多号啊？隔晚大热系三号，即系潘顿嗰只。七号仔叫合伙红心。合伙红心咧就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一，前次第一咁样，呢只都几好嘅，六号啊。不过而家夜六倍，唔系喎，合伙红心而家十四倍。若实现梦想，冷啲啦，何泽耀。Jenny 要五号一号。不要潘頓喎，佢要只蒸蒸日上，佢要周俊樂喎，同埋呢個八俊巨星喎。但係只三號連贏咗五次喎，連續贏五次喎，即係有佢自己嘅能力喺度啊！即係有內在嘅實力喺度啊！即係要蒸蒸日上。
我要三号一号买啲近期成日赢嗰啲啊，经常赢嗰啲，经常赢嘅马咧呢度有一号、三号、七号、八号、一三七八，起码六，起码摊出嚟六次有三个 win 啊，七号、八号都有。一号就近期有连续两次 win， 三号咧就连续四、连续五次 win， 近期呢就见到四号格仔就只四季醒冷门嚟噶啦，呢只马六十八倍，Jenny 拣蒸蒸日上啊，喺内圈睇到啊。只嘅，做咗骑师王系啊，都做其他。用天鹏已经跑三只啦，之前啊就冇上名，不过亦都准备入闸啦。第七场三 T 嘅尾关二班千二米，今晚啲短途咧赛果就相当正路嘅，咁啊睇下呢一场高班啲啦，系咪都好似啲四班咁，即系赛果正路啦？好啦，排闸方面咧，首先见到就实现梦想。再嚟就星龙区合火红心一号咧，就再落啲嘅白骏巨星。好啦，其他马咧亦都陆续见到佢哋入闸，合火奔驰、人和嘉兴、蒸蒸日上、明心之喻入正就两只白骏巨星同埋四季醒嘅一月一冷。交俾闸前，八骏巨星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，二班千二短途大热系三，好嚟一嚟步，哎呀，八骏巨星慢咗红三嗰匹啦，前面快嘅马咧就合火奔驰啦，咁啊响外边系人和嘉兴啦，蒸蒸日上第三、第四合火红心内栏，红三进占第五就系八骏巨星啊。后面四只实现梦想啦，四季醒啦，尾二系明心之喻啊，咁啊黄衫嗰只星龙区啊殿后啊，好啦，咁啊跑对面直路嘅中段咯，放咗出嚟嘅马咧就系嗰只人和嘉兴啊，合火奔驰俾你埋啦，跟住个第二啊，第三位嘅马有蒸蒸日上啊，咁啊埋边第四咧就系呢只八骏巨星啊红衫嗰匹啦，最后边嘅第五位咁啊就系呢只合火红心啦，出边实现梦想啊，尾三内栏浅紫色衫明心之喻啊，后边两只黄衫星龙区啦，蓝白只间衫咧就系嗰只四季醒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咯，人和嘉兴就占点少少啊，合火奔驰攞咗出去二搭上嚟噶啦，再见到第三位嘅马有外边蒸蒸日上，入边咧就八骏巨星，再见到内栏黄衫只就星龙区，出边再系明心之喻啊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合火奔驰咧就透出嘅，埋边人和嘉兴未散喎，再后边嘅马仲有八骏巨星接近终点啦，合火奔驰依然系占先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咧人和嘉兴啊，第三名出就慢咗啊，八骏巨星只跑第四名嘅马系明心之喻啊。结果呢只合火奔驰计埋今场赛事已经系直落赢咗。系啊，嗱，介绍你只马连续三次有位置噶嘛，六号仔一号就连续两次有 win 噶嘛，只三号仔梗系好啊，连续五次有 win 噶嘛。三号、六号、一号、三一，你一号出闸脱脚啊！真系好彩有条罅上翻嚟啦，有个位置 Q 啫。三号热门嚟噶呢只，三号、六号都系好多人关注噶啦。六号不过冷过只一号咁解，上仗成绩好嘅一三六包咗条三重彩翻嚟。三号出到闸啊！借呢只一号仔呢只蔡明少都唔知道做乜嘅，真系以前唔系咁噶，即系呢只马。好啦，人和嘉兴红色衫，艾少礼喺前边，呢只马都算跑得好啊！呢只马放甩你先，等你嚟追我。今日蔡明少追翻上嚟第三，翻嚟都系第三。
出闸蚀张啊！佢真系咁啊！潘顿只马好好顶啦，即系佢知道呢度都冇乜边只马赢到佢噶，真系。如果佢有睇马经嘅话，即系佢自己都要睇噶。有边只马赢得佢啫？呢度好啦，拍住仁和嘉兴转正直路，好容易认个头顶有粒白星嘅呢只马，一路打噶都要啊，都要打噶，但系。呢只马唔够速度啊，尾即系末段唔够佢好啊，过咗去啦。咁呢只一号仔如果唔系出闸脱脚咧，即系跟前啲咁都有 Q 啦，真系5361/21倍 Q， 扭一扭转咗啫啊！即系呢只六号仔，六号仔最近三次都有前三名噶嘛，最近啊321咁噶嘛，最近系第三，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一咁噶嘛。睇埋啲二重彩，呢场近积包晒三重彩。